这个是导航的这个一些定位导管的设置。 我们活检快完成了，马上再刷检一下。 而且我们这样的话是多点活检，多点消融。 这个地方30瓦，然后3分钟。因为已经快到胸膜了，我们把功率稍微降下来一点。 这个背景细胞里面红细胞比较多，病灶这个血供比较丰富，还是出了不少血。
这个细胞核有点大，包质还可以。我们常规会涂个片子，做个快速细胞学的检查啊，但是这个呢，只能是自己看看，主要还是要靠病理科，最终的病理。 这个人主要是这个肺结节，它本身比较大，啊，有将近3个公分，所以我们一个是取病理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多点取的啊，近端跟远端都取了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最终消融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3段式的进行一个消融，在这个结节的近端、中段和远端分别进行了3个点的消融，这样的话，它消融的范围叠加起来，我们能够尽量的彻底的把这个肿瘤把它消融掉。